好，看你胸口，拉客准备出发。时间9:08。ただいまのレストランと再開いたします。終了ですので、半径にしっかりとおつかまりください。
olvida nada. Vamos a dejar.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
这不是啊，你要你相关你要买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要代扣。什么有牌子的吗？有吧，好了，算了，那我回去。你在哪里看的？我在往下走，还没到十字路口啊，还是有一家有牌。然后就三万，三万呢？你等等，你确定租一天是1500吗？万一是3000呢？382不是啊，我也不会要你租下去，我只是说你今天先租，然后之后我们今天划完了下去像。就是说今天先租，然后租了，然后就晚，我们三点多就休息，三四点就休息嘛，然后就下去逛。店不会那么早关吧？不如我现在继续逛。如果你要不就是全都租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是今天先租一天，然后之后为什么要现在决定全部都租？你可以今天晚上租完，一租就比较便宜，全租啊。因为我现在就停在中间，我也可以往下走，然后逛到十字路口就得回来了。嗯，对啊，三万，你不觉得太贵吗？三万也不觉得太贵吗？我已经无所谓了，三万就像是摩托车我被砍，我照样拿的一张。那我都浪费掉了。浪费掉？不会啊，就带裤，然后它有五个口袋。但你不能，但你这个脸皮薄，你不能问他有没有一些折扣吗？我已经问他那个三万。什么裤子？什么裤子要5万块啊？就这次都这样卖就好看。好了，那就要租的。我不知道，那买了，随便你，反正是你的钱，我也没什么好讲。没有啊，你问题是我建议你的是租一天，然后再去看别的便宜的。而且我发现这个价钱跟买的比。我觉得我不可能找到2万以下的那就买了。不，我说既然我找不到2万以下，那租就是那个什么鬼啊？什么鬼啊？不是这样讲。如果买很接近租的价钱，那是不是买比较划算？那如果买还是比租贵很多，那是不是租比较划算？但是买了就是你的了啊！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找更便宜的。那我就回去问租的价钱嘛。可能一听到租很贵，那我就租一天嘛。嗯，然后再来买。是，我觉得还是有可能，还是有可能那样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这样回头走。嗯，为什么你不再去多几家？因为我走的方向不一样，既然你这样建议的，我也觉得那一阵子我已经回头了。哦，随便。我现在在爬上坡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去暖身就对了，哈、哦，你再想办法抽。对对对，我刚听到他声音。换好了。哎呀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拜拜。好吧。
嗯。哎，还有。ただいまのディスプランスを再開いたします。後ろの車で半径にしっかりとお勤めください。控制力不佳。怎么又停了？我感觉这是个大祸。冷凍車長のお客様、様の状態を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リストのご再開いたします。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。好痛哦！背后什么？
様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来等半年
Thank you.
Mm-hmm.